他们跑太快，要不偷袭。哥哥没有来找我。问题是，他刚刚看不见我，看见他吗？他完全没发现我，我真的那么矮？这么多啊！完蛋了，我要死了！里面，里面。我看到他跑进这个。啊，勉强一下吧。这边没有吗？在我面前走过去，你完全没发现我，我根本就看到你。老板，继续找。天哪，还是很开心，可以来到跑男。虽然被淘汰，可是怎么样都没有想过可以来到这里。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来玩。陈立农，陈立农，我的农农，我的农农 out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。又来了来了来了，又回到我的老巢。这轮我要撕回来，有多少要撕几个。不要乱动，好好休息。现在关口交接。不要吧，我刚刚完全没有看到你，我刚刚就是想看卫生间正确的方向，然后就完了。